来来来，大家手头的工作先停一下。这不是快月底了吗？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。好，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啊，都过来领。来，这是你的。谢谢老板。这是你的。谢谢老板。还有你的。谢谢老板。来，这是你的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老板，没有我的吗？你才来公司一个月，还要什么福利呀？其他人都回去休息吧，冰玉留下来加班。老板，为什么呀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，做不完不许走，去吧。他一个新来的还想要福利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就是啊，他脸上一堆死皮，还斑斑点点的，就这没被公司开除就不错了，还想些有的没的。终于下班了，走吧，今天晚上魏哥请客啊。我跟你说，有一家餐馆特别不错，咱一会儿去尝尝。快走快走快走走。工作做完了吗？你就要走？放心吧，老板，都已经做完了。那你的钱收到了吗？啊，什么钱呀？打开手机看一下吧。老板，不是说月底才发工资吗？别人能等到月底，你能等吗？喂，妈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找到就好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妈，这个月的工作任务比较重，我手头上的事情还没处理完，我就先不回去了，等下个月底我再回去。妈，你跟爸说让他安心养病，医药费的事儿我会想办法。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工作了。我要回家。海洋，冰玉的工资要按时发，三倍的工资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好的，杨总。听说你父亲生病了，我给他老人家买了点补品，让他好好补补身体。咱们的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愿意把每一位员工都当作家人。希望你在对工作负责的同时，也要好好爱自己。对了，这月底怕是也不好买票，这是我的车钥匙，你直接开我的车回去吧。杨总，这……快拿着吧。谢谢杨总，谢谢杨总。快回家吧。